到了百万风景观景区哦。靠你。哦。金光闪闪。看得到无敌海景，难得我们宜兰的龟山岛，爬山，然后呢，这是海高速公路，大头茶，三门，三 K 到了，三 K 就是。三神土地公庙，它透光透着太美了，哇哇，是，是是是，啊，很美耶！进入金华区。哇，你看这阳光了，是不是很美？这样出来，抵达二 K 的地方，就是上新花园。金华花园来到了这个岔路路口。到淡蓝国家的绿道，金面大关登顶成功耶！噔噔噔噔噔，耶，到了！登顶成功！这个现在来就是一整片的花海。这边现在这边真是美耶，伊藤康史でございます。丹南古道と宮城オルレットの友情の道に関する協定締結を記念した記念セレモニーの除幕式にお招きをいただきました。申し上げます。台湾東部で発生した地震で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た方々に深く哀悼の意を表しますし、被災されました方々に心からお見舞いを申し上げ、一日も早い復旧復興をお祈り申し上げます。这个岔路圆通寺陆军营地，现在看到的那个山就是雀子山。我们圆通寺到的，
真的很美哈。哇！这样的模样哈。我跟登山客洗鞋处过了，要开始爬山喽。登山步调就是这里。对啊，小花园，东南风，向前看齐。以最可爱的姿势，成对心，一二三。石柱很古老咯，很难用石柱啊，爱心江江，这是南洋石柱海口，有听到吗？这里红色的111，哇，很好，边爬加边看风景，无敌山海景啊！地上为什么有这个？除草的是吗？过芒草林区，不过除草已经除得很干净了，辛苦了，很热哈，辛苦你们了。呀呀，露营区洗到呀。这个是金银，天天这是圆通寺，带一只鸟哦，上去登顶拍照是吗？没错、有趣哦。那边看后胜哈，哇，来这里看得更清楚，圆通寺在这儿。你现在是非常好的视野，整个头城沿海岸线，大岛目，岛目已经跟步道融为一体了。嗨，弄好的喽，全钩子。都已经红彤彤了，是这样子的，这颗好吃，太香了，最好吃，哇，好吃好吃。进入树林里休息喝水，一段爬登，哟吼，这是蓬莱仙山。有门柱的感觉，看到岔路，往右，看到了没？噔噔噔噔，三等，三角点，雀子山，小百岳，海拔679。耶！11:13，登顶成功。登顶鹞子山，哦，雀子山。噔噔噔噔，山，繁华哎呀多奇，点灯香香喜，每人的音乐有样气，因为想听你。这是新朋友，等等，不要去客气。拜拜，啊，拜拜。哇塞，无敌海景啊！整个宜兰的海岸线，多么美啊！三角点的右边，往右边走。
咱们进树林里面午餐。哎，对，可以休息哦。你看这么清超啦，哇塞！所以啊，见人有在瘦的吗？啊，看这个就知道了。11:58，来哦，收拾背包哦，下山去哦。不断的直直弯坡，这样就下来11古溪。那你们讲左手边一条是可以来看这条，这条保线路、保线林道，然后往后湖子山。嘿，看，云峰寺咱多少都云峰寺啊？嘿，就后湖子山呐、啊。四通八达嘞，哈。对、啊。哦，好好，我们回去。来，回到这个三岔路，我们要取左很累的山径。你看这石头，这块石头。对呀、啊。哦，这榴莲呢？有吗？这么简单，为什么有人走成那样呢？专心走，嘿，好啊，专心走。下到11古溪，啊，走，继续走，走河仓。怎样？切换到这个河床的右岸。这个石柱哎，沿着水管走，走一段九节木树林，一段弯坡下坡。这一段一路下坡，看到这个竹林就是要出去了。看到水塔，这是清修工的用水水塔，我们要出去了。这棵横着的然后会陷的那棵树，水晶晶出来了。我们去凉亭那里有无敌视野，就这样，我们就下来了。可以在凉亭，是啊，从那边上去。好，这就是清修宫，很漂亮。好，不会不会，这个真是漂亮。来看，哇，悬崖要小心。走一段水泥路。回到停车处，停住。